有很多粉丝总是这样问梁师傅，最近我们的烤肉卖得如何，还有盐焗鸡卖得如何。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，每天的量都在1000斤以上，明天就是国庆节了，大家来看一下，1600斤就是早上了，连明天下午一起会超过2000斤，全部在这里。一到每逢节假日的时候就全部爆满了，平时就是1000斤左右，但明天国庆节1600斤，还没有到明天晚上下单了，连明天晚上下单一共就出去差不多2000斤了。其他兄弟刚刚出去吃晚饭，一直忙到这个点。看这里，每一炉肉都是新鲜的，还有这里，看一下。